我覺得人生咧好多嘢好奇妙，經過呢十年嚇、啊，有邊個估得到自己可以過到十年咧？同埋過咗十年會變成點樣樣咧？冇人知嘅。就等於我睇電視嘅廣告，你點會諗到佢會咁樣發生？因為電視廣告你有冇睇過？一個鬼妹喺度沖涼，一個沐浴露啊，好正嘅鬼妹，好 sexy， 好靚樣，係咪？一路沖一路沖，係咁沖。好啦，當佢沖完咯噃，佢沖完咯噃，佢行出沖涼房，佢變咗做豬咪咪。我有堆嗰堆沐浴露喺度，有冇人有興趣？即邊個會買一隻咁樣嘅沐浴露呢？ I want to be Jimmy Man。 嗱，角度問題啦，各位，我哋憑咩覺得 Jimmy Man 唔及個鬼妹？無論喺事業，無論喺才華，甚至家庭，可能 Jimmy Man 都比佢優勝。我哋唔知噶，人生係好奇妙噶，乜嘢都係角度，你嘅心放喺邊一度嘅啫。嗱，我最深刻嘅體驗，大家有冇聽過一個叫縮水樓事件啊？我哋香港政府曾經起過一堆居屋嚇，就係咁樣起嘅，個底咧就咁大啦嚇，就起上去咯噃，即係睇得埃及嘢多啦，好明顯係係嘛？好啦。咁樓上呢啲咪細咗啦，細咗幾多？大咗細咗十尺、十零尺咁啦，十零尺即係幾大咧？好似我個人個面積咁大咧，即係咁一個黃子華咁，十零尺啊！咁然後咧，啲電視台去訪問啦，嗰啲買咗縮水樓冇咗十尺嗰啲咧，阿生你等樓冇咗十尺，你覺得點樣咧？冇啦，冇咗十尺啦，对唔住，冇咗十尺。唔系，先生，政府愿意赔翻钱俾你噶。要钱做乜嘢？要钱冇上门，冇得住啦。啲仔女唔够地方住啊，啲嘢地方冇嘢摆，冇咗十尺。好啦，故事未完噃。咁下低嗰啲。咪大咗十尺啦！咁電視台又去訪問你，欸、先生，你等樓大咗十尺喎，你覺得點啊？邊有啊？邊有？都唔覺嚇、啊，一樣係咁樣，黐線㗎！邊有到大到啊？根本冇分別。嗱、啊，如果你人生永遠係咁樣，大你唔覺大，細少少，哇攞我命！你人生永遠唔快樂，只有調翻轉頭，各位，調翻轉頭。當你覺得大咗十尺，哇！係包多四拉都得啦，咁多地方使嚇、啊。而最緊要你細咗十尺，你會覺得邊個唔覺你嘅人生會快樂好多，係咪？